就感觉好像在梦里。那你把它当成做梦也不错啊。如果我提醒你，这个梦会很久很久。你真的愿意放手，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和自己的好友在一起？你有话就直说吧。我想找你聊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白花油苏醒迷路，让爱飞扬，在中视。